一个厌恶真正的责任。少听人一句话，也不知有今日。
难怪老太太一念心痛，就是我们看了心里自己这块呀是三岁龄，这要用去你去替他扶上最为好的。现在夫人也进去替他扶上。他无情竟未把他当成这个样子，老太太放心，宝兄弟只要静养几天最为好的。老祖宗，原来这个姐妹只有做妹妹想的这样就到，可不是啊，好丫头，陈蒙你最心松呀，等你宝兄弟好了，叫他亲自来谢你。宝妹妹，请坐啊。我不坐了，我还要回去帮着母亲做些小事。老太太，爷爷，弟弟，我告辞了。宝丫头，叫你母亲来我。宝妹妹，难得你这样关心。你听说啊，宝丫头倒是以为真是奶的，像我们家里这些女儿子啊都不是她。嗯，红丫的你笑什么？老太太她疼
有有九月的道理。这场婚事倒不用他了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哎，老太太说得真对，包奶奶认得本姑娘，贵妃娘娘认她家，听说包你两相配，正好是七老的在好月娘。请上梁上去。嗯，老太太吵吵，宝丽大爷从此以前是今日在重的。嗯，但有早日痊愈，宝一定可以成亲啊。嗯，你吃进去好好伺候着。嗯。老太太，太太，什么事？这话本来奴婢不该讲的，至今因为没有传得了。怕什宝丽的亲事，老太太，太太，记得定了宝姑娘，是人之间结好的事。只不过，老太太，太太过去，宝丽满足宝姑娘好呢。还是林姑娘好呢，他俩从小在一起，只是林丫头早年有好一些呀。不是好一些，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是相对最好是相对什么叫高自己？